好了，当我们的车呢，就是从纸箱取出来是这种状态哈。那我们现在把这个车子进行一个打开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先取下来，通过就是拉住这个拉住这个手向上走，走完之后呢，我先把这个控制器给安装上。推到底下，这个要拧紧。当然，这边到时候你要那个扎带给它扎一下，然后注意一下后面。这边呢有一个这个卡扣卡在这个槽里面，然后进行一个向前推的。啊，听到一个咯哒一下呢，说明其实这个车呢就可以就是锁紧了。然后呢就是打开控制器这个开关按钮。它现在一个通电状态，那这个车呢就可以正常可以去跑。通理的啊。那我们就是像需要折叠的时候，同样也是需要把这个车关闭，把这个车稍微可以取下来，通理也可以把这个打开。注意啊，这个打开之后呢，这个钩挂钩一定要脱离这个挂钩状态，让它这样这个状态，然后进行前后这样收合，也可以吹倒，也可以这样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